明天是九三军人节，也是抗战胜利纪念日。一项规模庞大的国军运动大会将在明天上午10:30在台北市立体育场隆重揭幕，由行政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揭幕典礼，并且表扬62年度的国军英雄、举光连队等各种楷模代表。同时，国军健儿也要在会场上做精彩的体能表演。另外，军人自由社也将在明天晚上7:30到9:00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。本公司将转播这两项庆祝活动的彩色实况。